大家好，我是金顺，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古墓奇兵崛起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试过用他们尸体做陷阱，不用紧，不要死，我们要去救人呢。约纳，还以为这里可以下去耶，看一下，不对呀，那么高。怎么了？卡车太重，所以桥垮了。这个地方随时会塌得一塌糊涂，需要回报吗？不用了，大家都已经在打包，准备撤离这里了。很好，终于找到目标了吗？不知道，庞斯坦丁只大概的要我们做好准备。这草堆也太小了吧，羊肠哦。你第一次为圣三一出外勤吗？不是，这草堆还比较大一点。我拉逃走后接到前往那座岛善后的任务。那个任务真难搞，听说你们也得解决当地人。是啊，上面似乎都是某种崇尚太阳的教徒，真是一群疯子。他们啊，居然能在那里活下来。但他确实活下来了，还成为了一个麻烦人物。是会计时的吗？感觉会计时。原来是这样用的。还有一个人在走哎，至少还有一个人。然后两个人在那边，号码。但看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影。好像是那边。嗯，看到了。终于看到你啦。过来过来。Come on。不来吗？哦，不止哦，还有。悄悄的过去把他干掉，他这背对着我。然后把他坐下，等那个过来。他应该会过来吧？来喽。发现了吧？来哦，来来来啊！穿那么厚装备也没用了，你防弹又如何？OK， 这上面貌似有东西啊，不过首先要把那两个人解决了先。应该没有别人了，他们两个就是一直在那边的。
有人在下。喂，一箭射不死哦。什么都没找到。啊，老天。没有东西。没射头。过来。这里有什么？检查数据。拉进来。这下一个的好对付了。在哪里？问题是？哦，已经倒了。好嘛。那接着下来就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，搜刮一下。原来是有在上面号码，我没有在上面。可以爬的哦，攀爬的箭矢可以放在上面，那他们就不会发现。很遗憾，我没有用到。好吧，看一下羽毛，向前前进吧。这附近没有捡钱拿吗？这种角落总是有一点东西的啊！滚！OK， 没东西啦。这些都没用到，先放一根就上得到吗？应该一根就上得到吧。哎，不对耶，这里有个空空的荡的地方，应该弹不到。射一个在这里，再射一个在这，好，然后这样就有人，哪里射不到啊呢？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多枪啊！关那么大声都没听到，怎么这关关会走路走那么远？那是切波啊，滚到那么远去。
所以在观测站上的战斗中获得胜利了吗？亚特拉斯于途到手，他们要把他带到气象观测站了。为什么？不确定。我听到他们用无线电聊说，安娜想要进去那个圆顶建筑。哼，也许他们找到破译的线索了。我不知道，不过他们已经要我们撤离了，所以我们大概马上就要走了。哇，那么多人，好多哎！一二三四，一个的话还可以暗杀。两个的话，拿这个给你。什么都没找到，那么多人，检查数目。这里没东西，检查树木。有人救我，没有人。敌人来袭，我们不能空气了。快点吧！哈哈，还是被发现了。压制他，提供掩护火力。救他了，我受不了。中弹了。个吧，OK， OK， 哦，这地方蛮大。这车能开吗？哦，还有人。想到那么精灵看到我，应该没有人了吧？这个小屋子看一下，哦，只是桥而已了。哦，就是刚才的地方，卡车掉下去的地方。OK。所以此路不通的感觉啊，就是那些车不能过了，但步行是还可以。大门是进不了的啦，这里有个洞哎。这个也只是来丢东西的啦。走这里吧，哎，这里也是酒精。
这里没错。是啦，那个洞就是我们的洞啦。安娜一定在附近。用来密封圣三一信笺的蜡封，没有多少人在用这种东西了。蜡封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吧。这里是像个营地耶，不，有箱子，可以过吗？不能，箱子在那边。哪里？哦，潜水哦。直升机了，没想到我们又见到第二阶段。小声点，大家用铃铛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们成功的话，他们就会是最先知道的人。毕竟那时圣三一不需要他们了。三个吧，猜测。OK。这是背对着我的，这边有没有人？这里还有一个是背对着我，两个。很好。应该没人了。收刮物品先。还有没有东西啊？貌似没有了，这里，该是从这里过来的，对。然后那边的箱子，好哦。你跟，肯定去过叙利亚。因为卡文特，康斯坦丁没料到他会出现在那儿，他当时居然是整座古墓从我们头上垮下来。那家伙对他来说可真是芒刺在背。说起卡福特，他仍然在外头活动着。他们还想活捉他吗？没有了，那样实在太麻烦了。他们本来就该在有机会的时候杀了他。他多少还是有点用处，毕竟就是他引导我们到这里的。你觉得圣三一是不是曾经想招募他？
我们不该妄加臆测，命令很明白，只要一发现他就格杀勿论。哦，好嘛。敌人来袭，我们遭到攻击了。有入侵者。哦，快跑，快跑，快！有火力掩护。掩护射击。掩护我。来啊！丢出手榴弹！放马过来！来吧！放马过来！这个方法是最好的，角落。转角战术不错，省去暗杀的那个程序了。哦，这里还可以爆炸了。没有注意到，不要紧啊，这爆炸前应该很可观啊。刚才如果是在那个草丛引爆这个，对啊，我该在这里应该引爆那个草丛那个车。对啦，引爆的已经很多人倒地了，不要紧，下车。这地图，貌似没有什么重要了。向前吧。你有钱吗？哎，不用上那边了。这小屋，但是没有在地图显示啊。这是小屋吗？看这角落。边边角角什么东西吗？真的没有东西哦，号码。一般上边边角角都有东西呀、啊，积那么厚的雪。上面没东西、啊、有东西吗？哎，有个罐，很好。这有东西。我们现在位处一个全新世界的开端，神圣之源的下落已经找到了。卡夫特虽然还活着，但已经对我们没有威胁。但是安娜的身体正快速地衰弱着，她的声音，那个我熟悉了一辈子的声音，已经开始颤抖了。我问她是否还记得那天晚上，那个神将他的旨意刻在我双手的第一个夜晚，那个他选中我的夜晚。她说她还记得，然后笑着说，当这一切苦难都结束时，我们就可以再共度一次那样的夜晚。为了他，我会坚强，我们会在古城找到神圣之源，我会拯救我的姐姐，然后我们会一起将这个世界从他自身的苦难中拯救出来。什么样的夜晚呢？锤式，不是，
是个时髦的圣物箱，里面有一小块人骨。人骨吗？圣贝勒格林，绝症的守护者。不是上这个塔哦。看来这只是排美了吗？哎，这也是可以上啊！我刚才在跳什么？没东西吗？号码。这条路了，有人吗？哎，有箱子，步枪外壳，但是这个外壳有点不寻常。底部的拉丁语刻字写着：“杀光他们，神自有主张。”太扯了。绝对不能死在这个被神所遗弃的山谷。我拥有坚定的信念，我的意志无比坚强。即便我的心智一直持续的涣散，在康斯坦丁和我还年轻的时候，康斯坦丁并不是个好照顾的孩子。他总是在疑惑并质疑一切，他害怕未来，也恐惧自己会永远找不到人生的目的。在我将那些标记刻上他的双手，并在他耳畔呢喃细语的那个夜晚，我创造了他，我拯救了他。就如同我所希望的一样，他相信了自己双手上的痕迹是个神迹。现在我需要他来拯救我了，而如果他不幸失败的话，就必须由我来拯救自己。嗯，给上，我该走了。等我找到你的时候，搞不好我已经学会什么可以帮上忙的新东西。现在我知道的是，那里有个很大的东西在转，几百个凶神恶煞的士兵，身上没有识别徽章，什么也没有，全部聚集在这栋老旧的俄国设施里，就像以前恐怖的古拉格劳动营。我觉得你需要我，罗拉，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但天哪，我要怎么回去？我可能很快就变成需要救援的人了。希望神有听到我的祷告，我会尽量不被发现。不过这里见鬼的越来越冷了，
我得赶快找到栖身之处。嗯，约拿，看来这一段路它也不简单啊。哎，这不是刚才他们的地方吗？我开始觉得无聊了，快出来臣服于神的旨意吧！如果你要开始讲道理的话，约拿，妈，怎样把那粒东西塞进去？这里不给过，这要跳下去，这里不给上，只有下去的路了。转一下，看一看有没有东西拿？没有。完全没东西呀、啊！这是，哎。下一阶段的行动，快做好出发的准备。一个人吗？你单独一个人吗？好样的哦，那么厉害哦！站那，别动！一只搞定，掉下去他应该180先死吧。对啊，死掉了，那么高的话就我都没办法活着了。 OK， 要去对面，那有见识。嘿，满了勾斧，好，好烂的木、哦、好大只老鼠。OK， 这里应该没有要上气了。走吧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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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哪里？这水里面有东西吗？没东西呀、啊。OK， 没事，就乌鸦，来，小心翼翼，看一下，
先买剑士。哪里？消消气的意思吗？看来是的了，要下去下面呢。这边，这边好像是可以跨过去吧？哦。OK， 然后这边是跳过去那边，再去收刮下物资吧。有没有物资可以拿？我刚才看到是剑石啦。是满的，这个呢？没得开啊？好嘛，目的地出发。还有人呢。OK， 试下。确定所有的成败都在，然后把他们解决掉。就一个好办事啊。OK。哦，包包。更新我的地图，你不要跟我讲一路上有漏掉东西就好。OK， 真大声，不会惊动其他人吗？好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。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差不多到此为止啦。若是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